地点，但是我只行下任，俗话说得好，不打不成器，教徒弟也是一般。我今天就是给他一个试验，让他来对付这边这个女鬼。我希望他好好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on Kim。好，今天来的这个地点，相信大家可能已经在鬼哥的影片那边已经有看到了。前两天我接到鬼哥的电话，那他在电话中跟我说，这个地点有一个通灵者带他来这个地方做拍摄。那据说，根据那个通灵者所说啦，他以前也有在这个地方住过。那当时他在鬼哥这边好像是讲说，这个地方以前就是有类似像那种佛学会的那个进驻在这个里面。鬼哥是跟我说，在这个某一层楼上面是那个佛学会当时的聚会所。那当天鬼哥好像有在这边做一个处理，因为我有看到鬼哥的影片，有在这边其中一间房间有做处理。那鬼哥的意思是说，这一次算是给我的一个考验，就是说给我一个任务这样子啊，就是让我来这个地方啊做一个最后的处理跟善后。那我们刚才来，其实这个地方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声响，因为门窗可能也比较老旧，只要有风一吹，就会发出一些声响。对，在这个佛学会里面，其中一个老鼠屎，对，他就是在这边有用一些药物。然后结果往生在这个地方。那待会儿就请 Kim 帮我拍摄，那也会简单再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环境，因为可能我这边的观众哦，你们可能没有看到鬼哥那边的影片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们看完我这里的影片，就可以去看鬼哥的，就会了解来龙去脉。因为当天我是没有参与这一个活动的，那鬼哥也是前两天才跟我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灵者，给他这个资讯。好，那待会就麻烦 Kim 帮我做拍摄。那我也是先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其实一进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身体有一点点反应，就是可以感觉到说这边的房子因为老旧，那再来可能多少因为之前他们可能有佛学会的关系啊。我觉得这边的磁场给我的感觉是身体会觉得有点凉意，那种凉不是风吹的凉，而是这个地方会有一种。让你觉得发毛啊，发毛，然后不太干净。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今天这个地点比较特别，来了之后才发现，其实他附近这边啊，还算是有住户的，所以要格外小心。今天的那个光源不敢打太亮。其实看得出来，他这边这样子荒废的时间可能已经有20年，可能有了。对啊，从它墙面上的一些油漆，这种浅绿色，然后门窗啊，都是用这种木头的。你看，都是用木头的，所以只要风一吹，其实它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这边之前就是有在做那种佛学会。其实它这里有好几扇门，上面都有编织一些像是祈福的中国结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有那个，这边有一个神龛哎，拍谁哦？进去，它里面是空的。没事没事。等一下等一下。应该没人吧？因为不瞒大家说，我在猜想，它这边其实。附近的居民呢、啊，他们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来这个地方。我猜测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来的时间晚了，所以其实刚才都没有看到人。
可是我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好像是楼下有人在走动。对，应该是附近的住户。就有人像观音呢。对啊。所以你知道等一下就是你要接受考验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只跟我说等我到了那一间就知道了，因为他在现场有施法过啊，所以看就知道是鬼哥有施法过的痕迹啊。适合放这个法相。哇，它这个香也太香了吧？就是很泰国的那种味道，味道很香。对啊，我们那个，你要找插在哪里吗？没关系，我把它放在旁边，这里，这个里面，旁边，右边那边有孔。拿你的那个，啊，这一间他应该那时候还蛮虔诚的，你看他上面整个熏的都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应该是厨房的位置，小厨房。对啊，等我一下我看他有报纸。没有看到日期，看一下。有看到了，帮我拍一下。1988年5月29日，这个是现场遗留下来报纸的日期啊。88年，然后现在是111。这一间是房间。哇，这个里面算湿气很重，它整个这个墙壁啊，它墙壁这个。全部都脱落了，油漆跟那个墙的全部都脱落了，代表它这个本身湿气很重。不过它这样子的建筑啊，就是里面的格局还蛮像那个鬼片里面那种邪教啊，或者是那种教派，他们可能聚会的时候就是简单，里面有个神龛，对，然后大家这样子围绕坐在一起。开始有一些那种涂鸦，有了，这应该是那个佛学会的。我记得了，我在鬼哥影片里面有看到这边，他在这边有做诗吧。上面这边
跟刚刚底下那个感觉又不一样，而且都有一些塌陷的，格局也不一样。他厕所是在这里，哦，不是厨房。嗯，对啊。其实应该眼尖的观众看到这种开关呢、啊，就知道说那个年代真的蛮悠久的。啊，你看，这一层上面都有一些佛学会的标志，应该是藏传的。哇，这一层你看，全部里面都是这种涂鸦。等一下。在这里，什么东西？在这里，你看，蜡烛、盐，还有一张鬼哥的符。哦，鬼哥把它先镇在这边，在这间里面。哦，我上来手起鸡皮疙瘩呢。鬼标出来是，因为鬼标也算是阴的灵兽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，就是跟平常我在用八卦祖师的符令不一样，一般八卦祖师的符令都是用黄色，可是我用鬼标的时候是用紫色，就是因为它是在偏向用阴的东西，那鬼标它也算是。阴的那种灵兽，刚一开始进来头有点晕晕的，现在比较好一点吗？现在就 OK 了。好。